准备喽，来一、二、三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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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准备好了没？No， 来哦，准备要比赛了。我们规则是限时两分钟，看最后停在哪里，用那个高度来计算。懂，但是那我们就开始比赛。我脚不懂，我的脚不懂。一二三，跳跳跳！好，来，准备两分钟，计时开始。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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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哪？右边那个箱子，踩稳，在这里。我有点害怕了，这个吗？这个可以吗？右脚往中间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这好累啊 ！No， 哪里？我休息一下，等他们。右脚吗？好累啊！然后呢？第二次这个攀岩，你们真的很棒。OK， 好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其实就是静静的就好了。对，可以先跟镜头打个招呼。真的就是，我单曲已经全速上架 ，MV 也上架我的 YouTube 了。然后我觉得我蛮卖命的，跟做这张追浪一样的卖命。它是单曲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追起来。我要走了，大家。你要往下，芝芝加油！你要往下哦，我以你为荣。哇塞，我流手汗。我好累。好，那我再慢说，往前走就好了。可是我这样走，往前一步可以跳下去吗？可以。嗯，加油。嗯，准备喽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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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到了，你很棒哎，你超棒，好屌哦！今天怎么那么丑来宣传啊？你那个是擦很汗还是累？累，还有鼻涕嘞，哎呦，怎么那么可怕呀？但是其实就那个跨出去那一步而已。你很棒哎，我觉得我今天来这里有点突破你的人生。对，我觉得蛮值得的，应该是今年下半年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。